苏颖比你强千倍万倍，少主，行踪暴露，苏颖回来了，咱们得尽快离开。我终于找到你了，我好想你，竟然还敢出现在我面前！滚，别过来，来人，抓在肩膀！小宝，小宝，我知道你是生我的气，但我做这一切我都是有原因的，你听我解释啊，小宝，谁要听你再给我解释？ 不是你答应过我的吗？无论我做错什么，你都会原谅我，你忘了吗？你只是失去了钱财而已，为什么你就不能原谅我呢？小宝，你放心，从今以后，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，我们生活在一起，我保证，你以前有的一切，我都可以给你，好吗？ 是你送我的，我现在一直都带在身上，你也一样。你以为只有你会骗人吗？我也会。我告诉你，我以前那些都是骗你的，而且我也根本不可能原谅你。你听明白了吗？总正怀恩。 为什么？为什么你总是说话不算数呢？你觉得我做错了事，难道你就没有错过吗？我能原谅你，你为什么就不能原谅我呢？这段时间你一直跟那个苏颖在一起，你是不是跟她好了？你就别侮辱苏颖了，你以为人人都跟你一样吗？ 苏颖比你强千倍万倍，少主，行踪暴露，苏颖回来了，咱们得尽快离开。苏颖，救我！你就这么想置我于死地吗？你是你想置我于死地？曾正怀恩，你就别在这里虚情假意了。我知道你来这里是为了什么。我告诉你，只要你敢动我爹娘一根毫毛。 我一定会把你扒皮抽筋，碎尸万段！他们是你的爹娘，我怎么可能伤害他们？不，来不及了。我跟你说，我明日山北月亮客栈，你一个人。